家好，我是柯酒精。今天来一点不一样的好了。我们今天来聊聊天，我们今天来聊我的声音。今天的主题是可可酒精的声音。大家看我 YouTube 下来，不知道现在这个声音你还接受吗？我的声音真的很高很高，尖锐的那种，不是可爱的，不是那种娃娃音，因为娃娃应该是今天好，我是可可，应该没那么夸张了。娃娃音就像小朋友很可爱，我的声音就是属于尖锐、高音、高频率，我听了很久耳朵会痛。那当然，我也是可以用低音说啊，比如说，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啊，这种重低音。可是这样讲久，喉咙真的会痛。我曾经不喜欢我的声音，我也没有说多以自己的声音为傲。可是这是我父母给我的赏赐，然后我还是觉得啊，好吧，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，但也是谢谢有一些人愿意接受我的声音，甚至喜欢我的声音，我觉得很感激。谢谢你们愿意喜欢我的一部分。我在跟我家人相处的时候是很活泼的，这种活泼会让我想要夸张话，因为我在家里的确是妈妈我回来了的那种很夸张的。那可能在 YouTube 上我也想说活泼一点，带给大家一点乐趣好玩嘛。我在这边要谢谢所有聆听我声音的观众，不管你是喜欢我的讨厌我的，谢谢你愿意花时间在我身上，爱你哟。好啦，希望未来也可以继续跟大家这样聊聊，可能没有特别的重点，就只是聊聊最近发生的。这是我的第一集可可的自言自语。好，希望你们今天过得很好，日子更平顺，加油哦。跟着你勾手没伤好 One step close